我现在觉得舞台真的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，因为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舞台了，就在前一段时间又一次跳了我的一个单曲，那个时候我下场的第一反应就是，我真的很喜欢舞台，下场之后有那种落寞感。期待能有更多的舞台，你会有那种兴奋感，而且特别期待上台。一周年的感慨就是已经渐渐的习惯了，习惯一个人的工作，很多时候一个人独当一面。上台那一刻，就你很着急，很想要展现，然后呢，你下台的那一刻，你就会空虚、失落感。希望今后能够有多一点的舞台感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舞台。